新回國兩週年，大表我天下獨立嚟計三週年。咁我哋今年係8月26日自費食飯，唔請啊，講明。咁咧，大家都知道新回王國兩週年內從來都係冇服務嘅。如果想見下我、鬧下我、踢下我，或者就嚟摸下我，希望大家盡快報名。21號截止網聚之後，我哋俾翻一個好嘅服務大家，希望大家支持。大飛看天啊！今朝早另外有單新聞，唔知有冇邊個報，就係、是、香港嘅銀行，尤其大陸嘅人嚟香港開户口預約好困難。如果唔需要嘅預約嘅話，有啲人根本上就凌晨5、6點鐘或者7點鐘，好似廣東道嘅銀行會排大隊，即係你未開門門口，唔係攞錢。是存钱开户。咁你就知道而家中国人对人民币嘅信心究竟去到边度。我哋香港人好开心嘅，人民币暴跌，我哋返去大陆买买买。咁样相对大陆人嚟讲，即係话而家佢哋人民币暴跌，佢揸住嘅钱佢会日日唔见钱。如果留喺大陸洗費嘅話，亦都睇到通貨膨脹。雖然而家話通縮，唔係嘅，普通嘅物價係升咗。既然係咁，咁樣佢哋要尋求出路嘅，只係能夠嚟香港，因為香港同美元掛鈎，當美元不停咁樣升嘅話，人民幣跌，佢哋已經冇乜嘢投資嘅渠道，叫你買樓，你敢唔敢買？買股票得啖笑。如果你睇到而家所有嘅金融產品都可以當你唔係人礦，係礦渣。係咁，你就見到而家每一日好多人落嚟香港，无非就係开个户口，将人民币变成港币，即係等于美金。而家中国不停咁样掟美金，喺中国经济最困难嘅时候，佢哋情愿益呢一啲所谓嘅叫做买空嘅基金，佢哋都唔会益中国人，佢唔会諗住派钱。最新公布嘅就係、是中共官方，佢话如果每一个中国人派1000蚊，就系14000亿。佢话呢14000亿并唔能够刺激经济咁大嘅规模，佢哋唔肯派。中国人，你自生自灭啦！要共产党俾1个先你，你真系谂下都得啦。喺呢度唔单止系咁。佢哋不停咁样希望顶住咗人民币下跌，佢哋不停咁样抛售，明明去到935，係突破咗935，跟住大量嘅抛售美元顶住又跌返9.3。但係你问我顶唔顶得住㗎，我要好肯肯定话俾你听係顶唔住。市场的力量不是国家可以控制到，强如美国都不得。但是你又念到哇，人民币实际上由高位而家跌到个低位已经相差了 15% 接近。因为最高的时候这年纪里面是去到82，而家是93。10几%嘅差价，即係话如果你将嘅钱变成咗港纸人民币，你唔做你10000蚊都多1000几蚊。唔单止系呢一样嘢，最重要嘅就系息差。因为香港同美金挂钩，而家国内嘅人民币系2厘息。而香港如果你系定存利率好啲嘅银行，如果一年的定期存款可以有5厘息，同美金争少少，但是是少少。实际来讲距离不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有10万蚊
嘅話，你存喺度，你就等於多咗13000蚊。而呢13000蚊仲可以睇住佢上漲，仲有就係利息，利息嘅嗰度有5000蚊，頭尾連美金升值加埋利息，咁我當減翻兩厘都值3000蚊，即係加埋16000蚊。你揸住100000蚊。有16000蚊，我相信邊個都笑到唔收得聲，係咪？呢個就係而家嘅現實。你見到大量嘅人開始喺香港排隊開户口，呢種真係蔚為奇觀。我哋香港人又不停咁樣平啊，要翻去洗錢，跟住你亦都見到大量嘅深圳嘅公司、深圳嘅企業而家作出優惠，你只要過羅湖啫，就大量呢個傳單，你嚟到呢個商場洗錢，你就有幾多折？唔單止贏咗人民幣嘅匯率，仲贏埋香港人翻大陸，尤其深圳刺激消費嘅折扣，真係皆大歡喜。香港其實從來都是中國的逃生門，每次中國有金融危機又好，或者經濟上下陷的時候，中國就會有資金大量地流離香港。今時今日，小市民的智慧依然在這裡，估不到中國共產黨他們不做，反而中國人明白了這個道理，在這個時候香港又開始直租。節目做到這裡了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，可以話加入會員和披薩，大飛 Athena 需要大家支持，也希望請大飛喝杯咖啡，拜拜。 IM 澳洲移民公司專注移民20多年，为18至47岁香港人精选最出色的移民课程，全程学费港币150000内，无需雅思成绩。我哋为18到31岁嘅港人申请工作假期签证，合资格人士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，有护理资格嘅港人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，办理劳工定居签证，冇年期上限。我哋亦都为50岁以上嘅港人申请居留签证。澳洲比英国更易揾工同入职，无论喺香港、英国、台湾嘅朋友想移民澳洲，就快啲揾 Christy 啦。